国事警会，我目前还在武汉访客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，目前我们整个湖北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，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次。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？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，如果说他没有被有效的隔离的话，或者说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话，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，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。熊氏家族的各位亲友们，各位长辈们，我是金慧，